赵大哥你好，我是中兴大学中文系的学生。那最近在炒这个108的课纲啊，其实他在话语争夺上，课纲是其中一环而已。像是今年被抓的那个喝茶言客，跟他背后的八旗文化，就是专门在出版一些台独史观最喜欢的意识形态书籍，像什么《元清非中国论》《台湾主权未定论》这类的，以东亚史去包装的台独史观书籍。他出版了《新王的世界史》，来请教蔡英文、蔡依晨、胡彩萍这些大咖拍影片来推荐。那他背后的老板是读书共和国的郭崇新，他的两个哥哥郭崇建、郭崇国都是强烈支持台独跟民进党的，哥哥搞台独，弟弟经营出版社，那还特意创立了一个出版社，延揽相关人士来宣传特定思想，甚至这些所谓相关人士都不一定是台湾人。那民进党跟台派花了30年的时间，打造一个牢不可破的台独史观的系统。我说的这个郭崇新跟富察颜色，他只是台独史观的冰山一角。那像蔡正元博士，他也公开讲过，马英九总统他第一任的教育部长郑瑞成非常挺台独，那他就是金溥聪推荐的。那108课纲的删除文言文、删除中国史，只是这一整套共犯系统当中一小环。侯市长说他当选后会开国事会议讨论，那赵大哥你刚才也说你们会开一个委员会，但这绝对不会是几场国事会议就能够撼动的。国民党他没有花钱花时间在媒体、出版社、网络上下功夫，就以为改课纲可以天下太平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最可能发生的事就是稍微想把课纲改回去一点点，就会像马英九当年一样被打爆。所以赵大哥，我衷心祝福你2024能当选。那如果您当选的话，一定要先在民间舆论上下功夫。但如果你们没有当选的话，你愿不愿意跟国民党花个10年、20年的时间，把这种民间弥漫的意识形态给扭转回来呢？以上是我的问题，谢谢。好，这是大哉问哈，这也是专家哈，那个中文系的高材生哈。我想是了哈，我想很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他们其实也这个做了很久，这也看得出来他们也很努力啊。从某个角度看啊，那国民党也应该要反省、要检讨，为什么他们支持台独、鼓吹台独能这么努力啊？那但是我是觉得了哈，就是说你再努力、再鼓吹，也许你教科书可以改，也许你这个教育可以改，但是它还是不切实际嘛，对不对？在国际上。拜登也讲了，美国是不支持台独的嘛？哦，那你真的有？我讲实话啊，如果你真的主张像那个辜宽敏先生一辈子我主张台独，我佩服你啊，我佩服你。我不赞成你，但是我佩服你。一个人对自己的理念能够这个坚持，我觉得很好，但是不切实际嘛。就跟民进党现在是要这个反核，以前反核是流行啊，现在反核是逆潮流嘛，是不流行嘛。那民进党还在抱着一个反核，就两个神主牌，一个台独，一个反核。哦，那全世界你看 COP28 已经在杜拜讲了，2050年之前核能要增加3倍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还在反核一、核二、核三把它停了，哦，核四把它这个废了，那你将来能源怎么办？所以民进党主张，他花再多的力气、再大的努力，最多就是自己关起门来自己爽，哦，这些人自己爽。但是呢，你能够撼动了整个国际的形势吗？你真的能够撼动了两岸关系吗？其实撼动不了。但是我同意了哦，就是这个观念的问题哦，这个史观的问题是要注意的哦，因为这个它从根做起，从心理做起哦。那这点可能国民党要迎头赶上啊。那如果这个我们当选，刚刚这位同学讲说侯友宜说要开个国事会议，你就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。那马英九时代对有很多人去跟他反映，跟他反映，然后他找了一些学者专家想要改，好像也没有特别怎么改一点点就遭受反弹了哈。不过哈，我该不该讲，我的抗压性比马英九大。虽然马英九不错了哈，但是我老同学了，我们台大同届哈，但是基本上就是说。我真的又回到孟子，我喜欢孟子那句话：“自反而说，千万人吾往矣。”哦，叫自己反省，这样不是对的。哦，在想还是对的，那就做了嘛。哦，就做了哈、哦。所以课纲问题的确也很多人来反映课纲问题。哦，那真的是知识体大了哈、哦。我们一定会很认真、很认真、很认真、很严肃地面对。谢谢。
担心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